箴言27章17节，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，也是如此。相感原文的意思是磨砺的意思。在朋友相感下面有小字，原文做磨朋友的脸。如果直接翻译的话，是铁与铁在一起如何，人与他朋友之面在一起也是如何。铁与铁相磨，就会使铁光亮锋利，不致生锈。朋友与朋友之间，彼此也贵在乎切磋琢磨，坦诚相见，能够将个人丑陋粗糙的缺点磨掉，使得生命更像基督，合乎主用。